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 然后我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些夏天简单的背心穿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身上这一件背心，它比较有点 oversize， 然后有点长版，然后在侧边做一个前短后长的造型。对，那它有三个尺寸，那我通常都是穿 XL， 我现在上这件就是 XL。然后呢，其实你可以在外面直接搭一件衣服。像我现在穿的是卡其色，但是里面我就会选一件比较亮色系的衣服，这样就可以做出简单的一点层次的感觉。那我现在拿起来衬衫，那里面呢穿的是前短后长的，它就有一点点层次跑出来，那也不会太热，因为脱下来也不会太难掉。用这种黑色的前短后长的背心，所以拿前短来做，我觉得比较适合前夏天穿浅色牛仔裤或者白裤的。浅卡其啊，是不是也是很适合今年的流行色？然后因为夏天，我觉得搭一件简单的破的短裤，或者是浅色的裤子，然后再搭一个墨镜，其实这样就可以出门。我现在穿的这一款呢是圆弧背心，然后它是韩国灰。对，那圆弧背心跟一般背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也是会让你整个上半身的比例跟下半身的比例会比较好看一点，就是你的下半身比较长，在侧面的地方那有点开叉的，那衣服比例看起来比较好。那军绿色啊，其实不一定会很街头的感觉，军绿色你只要配一些比较夏天的配件。也很轻松，然后也不会太热，然后看起来又不会很随便。